那首先跟大家报告今天确定的病例哈，今天的确定病例本土有160例，那境外移入的是244例，落地采检的186例，居家检疫采检的是58例。那境外移入的部分增加这么多，主要是昨天进来的人数也比较多，2500检验的人，有28班，那2525人，那这边就186人是阳性，那是阳性率是 7.37%， 这个阳性率进来的人也多，那阳性率也高，所以这个确诊呢就比较多。那整体来讲，今天早上上午一向都不多了，5个航班304人，那阳性的是2人，那阳性率是 0.66。 那因为现在进来的还是以东南亚相对的，南亚东南亚进来的这个阳性率是比较高。那这160例那以县市别来看，大致上是台北市18例，新北市52例，桃园22例，台中市1例，高雄市9例，那基隆市37例，那新竹县新竹市2例，那彰化县3例，屏东县1例，那宜兰县6例，那花莲县5例，台东1例，金门1例，那总共有关系到的县市大概，等于是在6都里面，现在今天是没有台南的了，有5都都有，那其他的县市里面有9个，所以总共是14个县市都有相关的案例。